主题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早安。我想 ，AGFA 明年一月就要生效。AGFA 签订以后，我们从2000年到2008年，对中国的投资过度开放的结果，我们可以预期，失业率不是现在的5%、6%，而是7%、8%。台湾的民间投资更加不振，因为厂商到中国投资，他就不需要在台湾投资，所以我们的投资不振，工作机会创造就越来越少，工作就越来越难找。第二个，签了这个法以后，我们的薪水很难再涨。过去各位可以看，2000年到2008年，我们的 GDP 每人平均每年大概成长2.36%，但是我们的薪水有没有涨？大家最清楚，薪水有40%的家庭，他的所得是负成长的，所以签这个法以后，这个法正式生效，我们的薪水更难涨，所得分配会恶化。2000年到2008年，台湾经济依赖中国的程度越来越高，但是我们还有民主，还有人权，所以经济再统合，我们都比较不担心政治统合会跟着来，统一会跟着来。但是马英九在这一次签 AGFA 的过程里面，排除反对者的参与，他只有黑箱作业。他反对公投，反公投，反对公民的参与，这个都是反民主。马英九主政2年，新闻自由在退步，自入性的行销在大幅增加。假如台湾没有民主跟人权，签了 AGFA 以后，台湾唯一的命运就是一条，跟中国统一。所以为了台湾，不管你是支持 AGFA 或反对 AGFA， 都要利用公投来彰显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的理念，是一个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核心价值。所以我在这边呼吁马英九，不要再做中国拉拉队，要勇敢地站出来，让台湾人民公投，不能够听中国片面的反对，不让台湾人民作为一个国家的主人失去公投的机会。所以我在这边很敬佩这个台联，在第三次还能够提出来要公投 AGFA 要公投这个诉求。我也希望国民党公审会的委员，为了台湾民主，为了台湾的人权，让这个 AGFA 公投一定要再过，不要再做历史的罪人。最后我还是希望马英九，提醒马英九，你是台湾的总统，还没有做台湾的特首。台湾的主体，台湾的理念价值，不只要靠本命来捍卫，更要靠你总统来坚持。所以你假如不愿意坚持，你就不配做台湾总统。好，谢谢。各位朋友，我今天真欢喜，感觉真光荣，会当来参加这 AGFA 的30个公投。我本人是黄坤辉的义工啦。这大联党主席黄坤辉先生吼，有够在咱拍拼，就普通的公投后尾提出申请一遍失败，大家讲啊，无希望，唔通去做呢？我咧做第二遍，即摆咧做第三遍，这四种伊的累积，即款精神我是非常佩服，所以我有时间看着你们，我来参加，好，但是就佩服啊！啊，一句话问题，问题，你们大家拢讲了啊，所以我
拢大家知影。我做诶聚会毋是讲吼，大家咧团结团结吼。其实讲感觉无啥无啥有影呢，大家拢是讲来，大家团结来发展路啊，独独即个人群会吼。做这代人都不出心标哦，从这鬼魔都生气，我大家团结喽，魔都好算人，大家出心兵进到好算人喽，哦，这款家己咧去服团结精神，我是足佩服的，你一心都不做，你来真面子些，不能是安尼。大家差不多嘛，啊，这是咱今日讲的个，也是个新鲜嘛，对嘛？咱咧，咱咧，其实平时平时咧，大概是讲，头啊，甲你动起来嘛，吼，啊，甲动到尾啊，互你提起，提起了，佫甲你不准，重要旋转咧，监管去哦，去互人提起吼，咱咧创啥无啥好，最主要监管来提起，即过五多生意，大家拢知影讲袂歹，袂歹，我讲即袂歹中间吼。那就是支持民进党的这代人、这议员哦，这公务员好，地方好，啊，大家也是，还是你不得这议员哦，好生意拜托大家，到下到每一个好的代人党、代人党的议员哦，一定去谈民进党的议员合作，咱来支持这民进党的议员哦，这是足够了的。哦，啊，明年咱就来支持较济人，买咱东山。地方有人后年差不多就差不多。你地方人哦，每年要订个什么是差不多人咧，吼。啊，你若假使地方人，你若不是多数，那是从从发展吼，从从一个转换，发展来，你也先进，你也越长年越发展，你也。掉了。他拢无啦，所以唔通投票唔掉啦，吼。你这票，他投予台湾党，吼。啊，是到吼，民进党，啊，你要发现，这个正确，正确，拜托各位大家做来努力哈，啊，就大家一起，再好，好这个台湾各个市民哈，呀，大家，发现，呀，我大家好，祝各位公平发展，哈，感谢各位。咱各位台湾党这些好朋友哈，啊，咱资深哈，啊，这好多人，大家交大大家好哈。啊，咱呢，有这台人呐、啊，实在是帮咱台湾啊，创足多的这个就业机会啦，吼、啊。啊，自从咱这个摩根业啊，吼，也是在这番成交成功了后，哦，咱呢啊，吴主席领导咱台人呢，啊，来为咱的传统产业发声，吼、啊，争取着这个啊，咱今麦要做这个工作，一个话，这个是公道啊，吼、啊。实在是不遗余力啦吼，啊，所以啊，咱一定爱把咱这些所有的候选人拢给收起，台人这些壮大，要有这个机会哦，不再来以咱台湾人来发声哦，所以大家加油哦，大家认真拍拼，啊，好不？谢谢各位，谢谢谢谢。来，咱最后吼，这时间是要咱主席啊来宣布要上京，啊，所以啊，大家要呼一下口号。但现在再一次来请咱吴主席来跟你讲话。哎，知啊，足多朋友，大家做伙来伫遮，实在是真感动啊！透早就讲，各所在赶来，大家一块伫遮，啊，搁咱选一个贵宾吼，大家来遮呢，斗三甲讲话吼，发声啊，实在是时间的关系，啊，无法度咱请做哦，咱的。啊，在代表社团的代表啊，完全来讲话真歹势安尼。啊，一只呢，啊，我最尾也要讲一句，就像后一辈啊，后一辈呢，九十岁高龄，也是为了台湾，安尼拼到底，以免的台人呢，讲勇敢坚定啊，拼命为台湾。勇敢坚定拼命为台湾，我甲加一字啦，讲勇敢坚定啊，拼老命为台湾，大家闹多去拍一下台湾吼。啊，咱了解后一边咧讲啊，一块签，啊，若无要互咱公道，啊，台湾的生路伫对，台湾的活路伫对，敢若一条
2012年汽马宝台，汽马宝台，汽马宝台啊！在汽马宝台，在今年的选举五都要全赢啦，对不？五都要全赢呢，咱大家要大团结，所以这届。台联甲民进党甲三所有的社团，大家大团结，所有为着台湾的生存发展的，所有的咱本土，咱大家大团结。所以市长，五都的市长，咱台联拢支持民进党提名的五都的这市长候选人。台北市，咱就支持苏贞昌，咱大家来帮忙。予伊入台北市政府来执政，来带领台北市，好无？好。台北县，咱会来支持蔡英文，好无？好。新北市来支持蔡英文，好无？好。台中，咱来支持苏嘉全，好无？好。台南，咱支持赖清德，好无？好。高雄，咱支持台中，好不好？好。欢迎各位拢当选，好不好？好。有好的市长，台好的议员来合作，所以台联哦提名无偌济人，那有提名的区，敢若一成尔，予台联一个机会，予台联会当替大家发声一个机会，诶，予台联会当为一化继续来发声。哦，安尼，请大家哦，予台联加一下力量，会当替大家来服务。多谢大家，我即摆正式宣布，咱开始来送行。感恩，感谢大家，啊，感谢咱所有的警察朋友辛苦为咱而且，多谢大家，多谢。